今继续要来看是嘉义市兴嘉国小今日大溪厝社区举办的控油联谊活动，总共400多位家长、小朋友和老师来参加，是兴嘉国小第一届校外举办的班亲会，今天也亲自前来参加，现场气氛真欢乐，让陪囡仔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嘉义市兴嘉国小上午举办控油联谊活动，这是兴嘉国小第一次在校外举办班亲会，总共有400多位家长、小朋友和老师参加，现场非常热烈。嘉义市长明辉也亲自前来，和所有亲子做伙享受控油的乐趣。校方表示，以往的班亲会拢是伫校园内面举办，这次特别带领家长和学生在外举办联谊活动，是为了增加亲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会使透过活动，让小朋友体验控油的乐趣。这次兴嘉国小举办这个控油活动啊，最主要是要办理亲子还有亲师之间的一个联谊活动。我们的老师也很用心，家长会也很支持，出几个出来，让我们的小朋友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联谊跟相关的一个亲子活动。老师跟家长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来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状况，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亲子的控油活动。它是结合家长会、班级还有家长小朋友一起来共同策划的活动。你这次控油联谊活动不只会使让小朋友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也使让家长跟老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现场小朋友也亲自朗读一段有关嘉义市的歌谣，和市长免费聆听。以心上帝当兵刀，人物时代开金色，人人叫伊以心行，比阿宝店嘛介济。公民路上有保家，以前公民路叫做什么？宜兴巷。校方表示，借由控油联谊的方式，让亲子和老师之间合作，就是对学生上好的教育。而且班级的经营和校方的气氛，都亲像一个大家庭，让学生在学校内面会使快乐的成长和学习。新闻电台王小璇记者采访报道。